新北市技术饲养啊，这案件有八名囡仔做检验，发现因的血内底有微量的这个关节药物巴比妥。似乎今日头一届是公布检测数据，也毋过这卫福部进前要求部立台北病院来替这囡仔做尿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会伫一个暗头出来，暗时嘛会举办第二届家长说明会。新北市某一间私立幼儿园发生敢那是饲养的事件。原来有几位学生摕来验出巴比妥等关节药物的成分。新北市政府伫十一礼拜早起公布初步的检验结果，有八位学生血液内边检验出巴比妥残留，并且第一遍公布检测单。我们的八位小朋友里面有75%在落在1.0到1.5之间，那就实验室的认定，1.0到1.5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除了做血液检测，卫福部最近也要求部立台北病院免费协助囡仔做检测、追踪加所在医疗支援。到七十已经有25个人完成跨境，并且拢有留尿要做检测。第一批的检验结果，按算十一尾也未出。每个孩子会留他的尿液，那大概今天会有10位孩子的这个。检验的这个尿液的检查结果会出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礼拜到云林时阵，针对新北市幼儿园饲养的代志，伊讲每工拢有掌握上新的情形。即马上重要的代志是解除家长心内疑虑，把药的源头找出来。我要请检方快速厘清，因为药物对对来，到底是学校的，是家长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赶快说清楚嘛！侯友宜强调，新北市政府自国计十五开始就配合检方调查，也成立需要专案办公室，协助家长一对一辅导，包括就医检测，也个转学的安置。第十一案将会伫咧基隆国小办第二场的家长说明会，亲自向家长说明，并且了解因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发生饲药的案件，桃园嘛有公设民营的这托婴中心，发生疑似虐待儿童的状况。受害儿童疑似和这教保员用打布打嘴佮拔脚手。家长指控讲，当时教保员只好要求讲写悔过书，安尼就无代志啊。也毋过伊的囡仔过去两冬外拢咧做心理咨询，卫生馆就要求讲要重新启动调查。桃园有议员伫咧 FB 破文讲，中了一间公设民营的托儿中心，传出虐待囡仔案件，有妈妈指控囡仔六个月段时阵，敢若和教保员用铁布甲嘴封起，脚手绑起，到即马两年过，看到铁布还阁会惊，还阁伫咧做心理咨询。会很生气，会很愤怒，对对对，因为小朋友送去工作，然后还发生这种事情，就代表政府可能在审核老师的过程中，是没有那个。专业在挑选老师。在当时呢，该名教保员仅止于被要求写悔过书就结案。这些年，他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被侵犯，而且发现孩子至今看到胶带都还是非常的害怕。同市议员吴庆辉讲，教保人员虽然已经离职，但国议员要求社会局重新调查、查明真相，并且主动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减轻家长的负担。也希望市政府赶紧完成建立监视惠民云端杜准系统监控，让家长会当安心把囡仔送去托育中心。针对这个案件，我们会重新调阅当时的相关的记录来加以厘清。那如果事后调查确实有违反儿少权法的事项的话，那我们会按照儿少权法来进行裁处。针对这件109年托育中心不当照顾案。社会局表示正重视，将会重新调查。若确实有违反低效款款，将会处6万到60万的罚款，并且人公布行为人的姓名。也重申，托育人员应该以儿童最佳利益做优先的考虑，将会继续加强在职训练，强化幼儿照顾的技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游行女子的这死亡案件，经过鉴定的调查，发现甲死者带做伙这两名女性室友有真大嫌疑。查出因三个人拢是中华白杨、四季灵宝、圣道会这信徒。这宗教在2019年捌发生讲虐待信徒甲拍信徒，造成信徒死亡的案件，无排除这案件甲宗教仪式有关系。已经裁定死者的这两名室友是羁押禁见。
警方十号一透早将甲四只带做伙检讯，也够控制室友，也够另外两名临时信徒，移送台中地检署。警方核询了后，将四个人向法院申押禁见。台中地方法院开庭至十号深夜，裁定两名室友羁押禁见，另外两名信徒释回。检察官就上开无保释回之部分，收到裁定后，会研拟是否提出抗告。由新入住五号被三米急救，相当死亡，因为全身区有大面积的乌青。警方追查，死者住咧大理区一间公寓五楼，煞发现甲死者住做伙两名室友已经连夜搬走，警方马上拘定两人，而且通知处处到案，这才发现处处就是四年前，涉及以照抗驱魔拍死信徒的中华白杨四季林保圣道会创办人林新入住。而且公务六楼就是该宗教的道场，虽然警方查无伊有涉入即个死亡案件，但是有其他信徒的家属，希望政府会使积极处理，像安尼有问题的宗教团体。要去，咱来讲，拍死人，伊讲，那有可能？怎么也抓回来？伊讲，伊都袂回来啊。嗯。啊，遐个查某就是讲，迄脚伊个啦。嗯。对无？啊！怪去报警了，无效啊！政府的问题，咱政府都这款的都爱抓。林先生表示，四年前发生拍死信徒的时阵，伊的太太就伫咧该宗教团体内底。伊把警方即个案发地道场找太太，煞去有大批信徒骂，上尾被赶出公务。太太虽然一度有倒来处理，但是后来又搁倒去该团体，半年才倒来处理一届。即马嘛唔知影人伫倒。伊认为，若是政府帮咧无管，未来安尼的事件，敢若会不断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北市关岛一名有名卖这咸糜这小姐，昨中昼是发生枪击案，43岁这越南籍的潘姓头家娘是掉枪，送病院是救袂回来。警方就追查讲，伫今仔日晚点两点外，成功逮捕密伫南口百里一带的这公庙内底就成男子，无排除是感情纠纷来抓代志。店内多阿龙冰倒伫咧涂骹，警方用防锁线袂予人入去。八达中道干道即间著名伫咧卖咸糜的店，突然间传出枪声。43岁越南籍姓潘的头家娘，多名的刑警调枪，送机了救袂断。接获民众报案，于关渡地区自行路一带咸州店内疑似有爆炸声。警方到场后，发现被害人约40岁潘姓老板娘倒卧在地，送往医院急救，于14:50许宣告不治。附近人不止安说，民众也叫是讲是瓦斯爆炸。警方伫咧现场找到一粒枪支壳，对监视器画面比对，锁定开枪的是有前科51岁姓周的查甫人。犯案时间无到一分钟，尾仔骑车往大同区方向逃走，可能是感情的纠纷。人伊那姊妹嘛拢足单纯的，拢在地人嘛，拢也无甲人瓜葛。我嘛唔知影讲因这来发生，迄是阮囝敲电话甲我讲，妈。恁楼下发生代志，你知影？我唔知。经过12点钟的追查，警方伫礼拜透早2点关店新北市南口北里附近的一间公庙内面，抓到密客周姓男子，将伊带返去警局侦讯。伊犯案的动机，还佫详细案情，还佫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玫瑰山又搁传出搜救行动，高雄有登山团昨去爬这玫瑰山，其中一名成员是下晡身体无爽快，就报警获救人。警察人员是赶去大坪边这所在来救援，然后用台车转接离开现场。23号隧道处有民众身体不适，疑似高山症，本分队立即出发协同阿里山派出所侦工区搭乘板车进入，到达崩塌处时，发现民众装有一只不便行走，于是同仁下去协助其搀扶其通过崩塌处。这个登山客在玫瑰山二号崩坑到三号崩坑之间，虽然发生头晕、身体无力的这个状况，也不过意识是清楚的。警消是接到消息了后，大家连。部局隆重出动是九名警员、几个救援，甲登山客伫个大旁边即个所在汇合，伫个搜救人员甲伊协助查伊，啊，佮通过即个大旁边了后，佮坐另部局即台车转接离开现场。
每一冬的四月到六月是乌托洛上肥美的这个时间，也是冰冻的这个东港掠这个乌托洛的这个大季。今年都好是疫情解封，停办三冬的这个百多美食宴会又个重新举办了，不到五分钟就报名结束了。真鲜的沙西米摆伫桌顶，予人看甲嘴烂，强要流出来。受疫情影响，已经停办三冬的冰冻乌暗城霸道的办桌，拜六初十暗时总算重新举办。一桌十道菜，5000元有通招。开放报名，无到五分钟，名额马上红抢了了。今天我们有两桌的在参加，加了他，对，一桌的加了，你抢了两桌，抢了两桌。今晚呢，很出息的，咱一定抓到乌暗城。将近4500尾，就是大丰收啦！浸在白色米粉内底的是知名的东港肉粿，除了乌暗城沙西米、鱿鱼子等海产，还有在地知名的料理。每当四月到六月是乌暗城上好食的时阵，嘛是冰冻东港掠乌暗城上旺的季节。多好拄到疫情解封，今年乌暗城贵嘛提悬当地管路产业的业绩。黑尾鱼季这算是国际性的哈，那今天也有来国际的日本人来哦。整个产业包括这个黑尾鱼季的话，在我们这边至少都提升了差不多3成-4成左右。哎，因为今年是疫情刚过后的第一年。霸道的板凳配上传统的歌厅秀表演，唔仅带动在地观光，也推广着板凳的文化。台湾近三年受疫情影响，各地观光受到打击。即卖疫情缓和，未少县市嘛趁机会推动在地食食、旅游等活动，吸引旅客回流，嘛让当地观光业者松一口气。记者陈环武、陈显坤、屏东报道。捌做过太阳花学运发言人的赖姓女子，昨晚伫个面册指控讲，去年九月受到正经的波兰驻台湾办事处副处长李波澄清，捌对伊提过。也毋过李波透过即个推特回应讲，相关的指控是无成立的，是受害者为着要讨钱来引起争议。捌担任太阳花学运发言人姓赖女子，伫 FB 发文指控。去年九月，胡锡良尊担任波兰驻台湾办事处副处长李波澄清，外交官的看守也阁带囡仔去引导，叫伊卖甲媒体讲，那无会毁掉囡仔一生。但是赖姓女子伫咧提告澄清的时阵，阁拄到再机被驳回。他能够把他这样子受伤的经历去讲出来，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李波伫咧推特发文讲，伊家己并无外交后边权，案件经过北检加大国检做出决定，指控无成立。顶多是指控受害女子要求250万的和解金，无排除是为着钱才提告。李伟蔡世英认为，检调单位应该以专案调查处理。另外，伫个文宽搁再传出性骚扰事件，律师卢秋万讲，伊接到被害人的批。有一位女子讲，和艺术家强行牵手小揽，将会协助被害人行司法的程序。我们跟地检署了解的时候，我们在后续追踪，我是觉得很多人是很担心，像那女生，因为她才19岁，她其实还蛮担心说这件事情会让她被告。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要勇敢啊，因为有些事情其实发生的，我们就是好好处理，不然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很大的一块。最近社会传出真多性骚扰加性侵的争议，行政院按算把性平三法列作立法院后一日会议的优先法案。也不过国民党团认为应该搁提前，这里的调查协商将会提议伫咧临时会处理。民进党团这边是主张八月以后等行政院的版本进来以后，我们再共同来修法。但是我们立法院难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吗？面对民众的回应，我们立法院本来面对民众的需求，我们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优先处理。不用担心什么说下个会期就会没有共识了，我觉得有共识的事情就会有共识。国民党修法的方向包括公开透明、完善救济机制、避免性骚扰、性骚扰结案、提高性骚扰法则、增加协助力。因那民进党团是认为，将会透过积极完整的讨论，纳入各界意见，做上全面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越南的外交部指出，讲台湾一个太平岛周围的水域是断饮食，造成这南海局势是更加复杂。对此，咱外交部的回应讲，完全无法度接受这个讲法。国军最近伫咧太平岛周边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无想到讲，和越南的外交部讲是严重侵犯越南对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的行为。
和南海的局势复杂化。致使咱外交部无法度接受，讲太平岛是咱国的国土，主权不容置疑。民国政府权力伫咧太平岛甲伊相关的海域行使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因若台海局势紧张，也联动着周边的区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暗算要出访中国，十八将会到北京见中国的高层。I think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make it clear that we're not trying to hold down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it equally clear that China should not think that it can attack, you know, our established defense relationships and our position. 在这么关系紧张的美中关系，也引起国际的注意。韩国的媒体人孙时熙认为，台湾将要找到一条新的路，一个未暴力缓进的方法。建立第三条心，在亲美反中或者是亲中反美的这个路线之中啊，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啊这个国家可以有的这个路线。孙时熙认为，台海若发生战争，可能比乌克兰战争更加严重，也对日本跟韩国造成正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老厝占全台北市的比例超过72%，严格中央的这维诺重建市场用一种率，到这个2025年都无奖励了。后果改进烦恼讲，老厝会愈来愈歹改建。商办大楼顶楼的当工，甲隔壁大楼搭做伙，只剩一支针头啊的距离。这是北市中安东路二段，我一同街口，处龄至少40年的大楼，是4年前苏伊八大地震发生了后起起。根据内政部统计，全国处龄超过30年的税积主体超过460,000户，其中台北市的楼厝占全市比重。超过72%，虽然市府积极推出多建5000，也毋过中央的规划建筑时程用一种率，5月12日以后为4%降到2%，2025年更加会全部归零。和外界烦恼老厝哪排改建，对此把市府愿意增加风灾型多建种率。就是现在最后拍板的定案，那还得跟业界或者是跟学界这边做讨论。那第三季的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个方案。那最近受大环境因素干扰，部分区域新案计数也出现变化。根据邦山媒体调查，八至五月新案平均单价行情已经连续3个月维持106.4万。新案行情计数排名前3名行政区分别是大安。上山加信义区，也毋过值得注意的是，信义区到五月为止，上新区的行情是每平124.9万，甲去年同期比一平是8.3万。其实高总价的市场买气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但以市中心来看的话，其实买卖双方其实还在僵持，所以那个成交价格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前几年一样一持续的往前冲。主店表示，建商最近推案集中在雄龙路一带，四口位的相对价格路段的建案有缘继续在卖。那信义区老厝整合较不简单，登记步调较慢，造成新案供给较少，进一步和信义区挖一年平均房价则表现相对较弱。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为了补助无薪假的劳工，原本一个月上管补助11,000元，但不过这补助特别在6月底结束了。暂时劳动部暗算要放宽补助条件，但不过补助上最低金额是9,700元。为职灾劳工家家属提供职灾伤病中环职场等服务的职灾中心，成立满一年，早起伫台北举行活动，希望会当提升民众对职业灾害的认识甲影响。就近的跟所有的医疗体系来做连结，从辅导的角度哈，训练的角度来协助我们的企业哈，如何来训练，还有员工还有管理。职业安全保护对劳工来讲是真重要。那无薪假影响也是劳工关注的重点。劳动部在疫情期间实施安心就业计划，每个月相关补贴1.1万，因为这项计划会在6月底结束。为了阁提供无薪假劳工补助，所以会放宽雇佣安定措施的实施底线。也不过相关额度变作9,700，延期7月连接。就业保险的失业率连续3个月达到1%以上，才能够启动，把它门槛放宽了。就是说，
我们看整个景气的状况，然后就斟酌这个减半休息的人数跟加速。那咨询会讨论以后，就会来决定启动的时机啦。2009年的这个金融海啸，这3年的这个疫情都没有被启动，景气的问题而无法完整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应该给予津贴，应该是好的方向。乐团认为，会当放宽底限是袂歹的决定。未来若讲经济情况有变化，搁看敢是调整旧保费率，也毋过有学者认为，雇佣安定措施原先设计是紧急情况来使用的。另外，目前相关经费计于144亿，除了雇佣安定措施，职前训练加在职训练拢使用同款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周末出现今年上高温的这个天气，各地气温是达到30多度，活动局是发布健康警告。也不过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却一直在落大雨。公司有部分的地区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是创下历史降雨量的新高纪录。英国泰晤士河边真济民众坐伫涂骹享受河边清凉的水汽，另外一边卖冰的餐车排队人潮来来去去。英国当地车站各地气温达到30多度，和河边海波出现真济生水人潮。It's incredibly hot today. Sometimes you almost feel like you're not actually in England because it is so hot tod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stepped out on our balcony, it was boiling.这是英国今年正式夏季了后头一个高温日，活动局发布健康警告。也毋过受到大气无稳定的影响，英国气象局嘛对英格兰、苏格兰、加威尔斯经济地区发布黄色雷暴预警。今日是去中国华南地区、南部地区，因为受到暴雨影响，广东的经济管区发生强降雨，其中新塘累计降雨量达到151毫米，和经济道路淹水。在广西的北海地区嘛是连续经济降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创下过去的降雨量。新冠纪录，阁有真侪庄仔头淹水，居民受困，予地方政府紧急派出武警急救员。到11日透早为止，受伤人数达到2600多人。任务部队到达现地后，迅速展开救援工作，现已累计转移受灾群众300余人次。暂时，国家洪水对抗扩散的总指挥部已经启动洪水四级应急响应，派专家和救援人员去广西和福建这些所在协助防止做大水和救灾。中国气象局预估，今年珠江和滨江的这些流域有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做大水，活动局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呼吁民众要加注意。国际新闻台是董平玉。但是气温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9度，上低温度是27度。中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2度，上低温度是28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2度，上低温度是29度。东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0度，上低温度是28度。我到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0度，上低温度是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中道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